本当に軽くてふわっと浮き上がる、本当なんかこう愛をこれでなんか届けられそうな、届いてくれそうなすごく気持ちになったので、あの本当にリアルになんかやってみ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嗯，在写这个天灯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这个天灯轻飘飘的，好像就会腾空飞去，真的可以把这个爱呢传达给各位，真的写的一下真的很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对，所以我说台湾很好玩吧。好。好哦，对，你的选择是对的啦，哈，对。来，我们接下来呢，来进行这个访问的部分，请坐。对，目前为止这个中文的学习，もう全然難しくて、発音が本当に難しいなと、こう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っていうかキーの高さですごく意味が変わってく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いたので、あの本当にさっきも伝わったかどうか心配で心配で。其实这中文真的很难哦，尤其在四声里面，因为这个音调稍微一跑调，意思就不同了。所以刚才的中文里面，其实我也非常担心，到底有没有让各位听懂的。我不敢的。可以有。可以再说一次吗？ Okay. 来。いますよ。来。大家好，我是新田来未，高兴来到台湾。哇。移动主教，谢谢。讲得很好。对，那会讲台语吗？難しくて勉強してきます次から。下一次会学这个台语。那会讲泰雅族语吗？泰雅族。我那公是泰雅族。你没有听懂吗？我老公是泰雅族，掌声鼓励！哎呀，欢迎我们这半个媳妇回来哈。对啊，昨天来到台湾，我看到有一些这个粉丝发现你昨天去逛夜市。对。聞いちゃいました。对呀，被发现了。そうなんです。昨日翔くんにご飯屋さんを紹介していただいて。キキ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ご飯食べた後に夜市に遊びに来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本当にたくさん買い物をしすぎてお金が全部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昨天晚上呢，就是罗志祥秀呢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在 Kiki 吃饭。那吃完饭之后就跑到夜市去玩，可是没有想到东西买太多了，把钱都给花光了。真的啊？哎，买了什么可以讲一下吗？这对台湾有留下什么样的东西是很有印象的？そうですね、まずは、あのお人形の形した USB と、あと帽子、ニューエラみたいな、ちょっとあの帽子、キャップを割とあの普段あの夫婦で、なんていうか貸したり交換したりとかするので買ったりとか、あとちっちゃい子供服とかも買いました。那主要买了三箱东西，第一箱是有那个娃娃造型的 USB， 那第二箱就是可以跟老公一直换来换去，一直交换戴的帽子，那第三单就是小孩子的衣服，买了不少。是，好，所以呢，这个昨天呢逛了夜市，这次来台湾感觉跟上次有什么不同吗？少し暑いかなと。前回来た時がお腹の大きい時で、旦那さんのお墓参りに来た時が最後なので、もう1年以上かな、ちょっと来れてなかったのであれ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は暑くて暖かく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那其实上次来的时候是跟老公一起回来台湾扫墓，所以是一年多以前，那时候正在怀孕，天气也比较凉爽一点。那这次再来台湾的时候，发现哇，我真的好热。这是最大的不同。是啊，不过呢，到十月份的时候，对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我相信呢，这个歌迷呢还会投注这个更加多的这个热情在信田来未的身上啊，恐怕到时候好，就衣服不要穿太多就好。好对，好，好吗？好。